呀，这尊如来不应知故作色心见，何故如来不故作色心，是非故作色心，是名故作色心，是菩提无义温和，如来可以故作诸相现化。佛呀，世尊，如来不应以故作诸相现，何故如来不诸相故作？是非故作，是名诸相故作。诸菩提，汝不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应受十法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汝应言如来应受十法，皆为谤佛，不明该我作佛果。诸菩提，十法者，无法可说。是名法华，以彼毁谤诸菩提，是佛言：世尊，可有众生无彼来者，闻法起法，应信心下。佛言：诸菩提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，何可？诸菩提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。是名相仙。无法可得魂世第一句。